红枣，我得尝一尝。接下来的任务呢？别闹，婉婉，别闹。学霸也会脸红啊。装醉。卢婉婉，酒量变好了，胆子也变大了。洞房这一刻，要不要补习一下？石戒指一样，几千年，几万年，一直在一起。我难过的时候，总能看到你，然后我就……叫什么？明明是讨厌你，怎么会动了心？我身不由己，慢慢向你靠近，这莫名其妙的空气和呼吸，让人窒息。升温的爱意，怎么就被你放入了心？就这样不经意，没那么难过。没道理，爱上你。昨晚。你脸红什么？这生活像是一场闹剧，太热了。我先。总有太多太多不可思议，比如爱上你，爱你，明明是讨厌你，怎么会动？那第二种呢？因为第二种是，不再抗拒，像个傻瓜一样，接受这种求而不得。余生的机会，让人窒息。升温的爱意，怎么就被你放住了心？就这样不经意。任初，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学业完成了？没有，最近不是很忙，今天的工作在火车上完成了，想见你，帮我把口罩摘下来。笑什么？
我超甜的，这不是你的画风啊，怎么会说这个啊？所以新鲜吗？嗯，新鲜。想要甜吗？我想到了爱迪生的一句话，你跟我在一起却在想爱迪生。爱迪生说过，天才是1%的灵感加上99%的汗水，而谈恋爱是1%的技巧加上99%的真心。就算我技巧学得晚了一些，也不影响我对你的99%的真心。这是我听过最甜最浪漫的情话了。向你靠近，这莫名其妙的空气和呼吸，爱人热心升温的爱意，怎么就被你放出了心，就这样不经意，没道理爱上你。像是一场闹剧，好天气忽然下起暴风雨，总有太多太多不可思议，比如爱上你，爱你，明明是讨厌。巧克力还有最后一块。你怎么了？朋友圈里都问我是不是 P 图了。P 图？哎呀，他们就是不相信我们俩在一起了，说是我 P 图给你 P 上去的，还找了证据，说是你参加活动的照片我抠下来的，怎么就不是真的了？当初一张模糊的照片就传得沸沸扬扬的，现在倒好，我官宣了，怎么反而没人信了呢？别生气了。他们还说我抢了关爱的男朋友，我是第三者。谣言止于智者，咱不和他一般见识。不生气了，乖。我咽不下这口气。婉婉，你喜欢我吗？带着光来临，这不自己的吗？乖乖，谁啊？两颗心的初遇，我喜欢你。我也喜欢你。我没有手机啊。还有吗？暂时就这些吧。你不签字啊？我画呀。明明是讨厌你，怎么会动了心？我选过游戏，慢慢向你靠近，这莫名其妙的空气。